包治百病。修炼暗中科学依据，系列要遵循道义。闯浪江湖拼的就是三魂心，七主角光环靠的是一身正气。梦想白马是荆棘，连天有山区，就算剑兵我自配毛驴。如果人生暂时不成意，那就随他去打逃，来世浪出个传奇。场上出世纪，决定剑下谁敢立。如今当街一无万人敌，虽然下雨就来不许散狂风，也快一人是前路多崎岖也开心。梦想白马是荆棘，连天有山区，就算剑兵我自配毛驴。如果人生暂时不成意，那就随他去打逃，来世浪出个传奇。长枪出世纪，决定剑下谁敢立。如今当街一呼万人敌，随他下雨就来不许散狂风，也快一人是前路多崎岖也开心。慢点，火太大了，哥，慢点。你俩的头发哪去了？你问我哥，他可真是秤砣掉在鸡窝里，瞎捣蛋。我也是为了能让大家早些吃上饭。哼，吃西北风吧。好了，别演了，我去给你们做吧。怎么样，哥？我刚刚的演技多少分？好香啊。哎呀别急，慢点吃。锣鼓响，唢呐吹，龟台轿子瞎在追，中间出来一个黑棒槌。清水方丈就是尔等抢走的，还不速速交出来。等等，大哥，错了。错了？浩二哥不是说抢走清水方丈的是几个毛头小子，您看他们有毛吗？确实一根都没有，看来不是了。吾乃东海王恶霸，你等是否见过两男一女都有头发，其中还有一个毛头小子，嘴贱得很，让人见了就想抽。我们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有我在，没意外。忘记父亲的话了吗？他的实力应该在辟海境。嘿，没有什么是一瓶快乐水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，那就两瓶。乐大哥，我们几个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，前往西天取。我生平最讨厌的就是和尚。哎，乐大哥吃了没？来，大哥，小弟敬你一杯。怎么样，龙虾好吃吗？真香。恶哥，叫我的尊名恶霸。好的，霸哥，这是秘制江氏十三香，还有修士快乐水，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。大哥以后想吃就来找小弟我，我流氓管够。贤弟啊，你这手艺真不错，何不随我去东海水宫住上几天？我那儿别的不多，海鲜可遍地都是。不了不了，我们得早点回去，这次偷着出来，要是被俺爹知道，恐怕屁股就要被揍烂了。 你的也会被揍烂？你这么说，大哥可就不高兴了。恶哥，您先在这里坐着，我们再去打捞些海鲜来孝敬您。站住！快跑啊！果真是你！我说怎么一直有种想抽你的冲动？以为剃光了头我就认不出你了？清水方丈在哪儿？江北。
二哥，我见那方丈没啥用，就给丢了。丢了？你可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？没有方丈，你就给我去死吧！等等，只有我知道方丈丢在哪儿，没有我，您可就找不到了。带我去找。您是大哥，您说了算。那我们现在就回去。回去做甚？人类都这么愚蠢吗？方丈在哪儿扔的，就去哪儿找，懂吗？刻舟求剑呢、啊？这里，对，就是这儿。主人，系统给您发布临时任务了。还任务？没见我都快嗝屁了吗？这次任务可以提升主人的御剑飞行速度，是用来逃命的不二之选。确定不心动吗？哇，你好像很有眼力劲儿。因为琪琪本来就住在主人的心里啊。任务要求，请在30分钟内逗笑恶霸3次。若任务失败，将暂时封印您的御剑飞行能力。大敌在侧，水火不容，剑拔弩张，千钧一发，生死关头，命悬一线。你让我逗笑他？快走，胡闹什么？口渴了，我喝两口水啊。好喝，因为我在里面加了很特殊的材料，喝多了可是会掉头发的哦。你小子少跟我开玩笑。我没开玩笑啊，不然你以为我是怎么变秃的呢？臭小子，等找到星水方丈和恶霸，立刻做了你。不行，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做，怎么能离开这美丽的世界？你要做什么？当然是为爱发光发热呀。你还是到地狱去发光发热吧。话说走了这么久，连根毛都没有看见，你是不是在诓我？你看，星水方丈不就在那里吗？哎，江北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小东西，我这可是无坚不摧的恶灵甲，连灵宝都砍不动，就凭你这破剑啊。这看来我的破剑比你的龟壳要强啊。我居然敢毁了我的宝物。弟弟，快带燕兰走。哥，我不会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的。弟弟，我会把眼睛闭起来的，你安心去吧。你们一个也别想走，全都给我留在这里吧。叮叮叮，恭喜主人，任务完成，飞行加速倒数5秒，5、4，燕兰，抱紧我。2、1，发射。这是传说中的人剑合一吗？什么人剑剑人的，还不快给我追。你们终于忍不住了吗？冥顽不灵，陆先镇。熊，机会只有一次，也许你能把七界的局势搅浑。